富豪二流金岁月是一款拥有多种要素的商业经营游戏，玩家将扮演一位年轻经理人，透过各种方式经营这个新兴的岛屿商业区。要赚大钱可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哦，玩家可以见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，并且透过宣传、安排人士、装潢周边等手段来增加商店的收入，或者是透过股票来个一本万利的买卖，甚至是利用远洋航运进行低买高卖的交易也都没问题哦。喜欢商业游戏的玩家们不妨来挑战看看哦。